早晨，你几多号 number 啊？我个号码 HJC50，你叫做乜嘢名啊？我叫 Fajra，你有几多岁啊？我今年20岁，我今年21岁，你结咗婚未啊？我未结婚。你以前喺边度做过嘢啊？我以前系人哋做嘢2年，2016到2018。你喺印尼照顾有几多人啊？喺我老板屋企，我照顾细路仔，煮餸、买餸、洗衫、晾衫，整个整屋企。你中唔中意照顾细路仔啊？中意。你识唔识得照顾老人家啊？你识得点样照顾老人家啊？准备饭俾老人家食，准备药俾老人家食。哎。帮老人家行街，为老人家带情绪，帮老人家按摩。你识唔识得照顾 BB 啊？你识得点样照顾 BB 啊？帮 BB 冲凉，帮 BB 换尿片，帮 BB 换尿片，喂 BB 饮奶，喂 BB 食粥，帮 BB。你识唔识得煮饭啊？你识唔识得煮饭啊？喂，先生。喂，你识唔识得煮饭啊？喂喂，姐，系你识得煮啲乜嘢啊？喂喂。番茄蛋冻，鱼菜牛肉冻，椒扁豆，椒皇鸭脖，西瓜椒蛋，矮瓜椒鸡肉，蒸寿蛋，麻婆豆腐，鲜甜虾。好，喺香港见，拜拜。拜拜。